今天给大家唠唠夏侯渊啊，这个武将牛逼了，这个将是封包最奇怪的武将。你说他有用吗？他也没啥大用啊。你说他没用，他反而是老封包里面最有用的将。就神速这个技能，我当年并不是很喜欢，可能是我不会用吧，觉得这个跳摸牌阶段啊，七张装备跳出牌阶段，然后就为了打两张杀，不是很赚吧？对不对？当个中内啊，一套双刀跳摸牌跳出牌，好不容易收个反贼扔头三张牌，然后直接就给你跳到弃牌阶段了啊，就弃牌了。玩起来呢就感觉并不是很顺畅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武将很有说法，他是三国杀第一个可以跳阶段的武将，也是第一个用非牌转化牌的手段去转化牌使用的武将。前面这个咱很好理解啊，直接跳判定阶段的这个能力在当年还是很新颖的，可能身份局不是很有用吧。讲道理啊，一般敌方也不会傻到去乐你夏侯渊，搞你的队友就可以了。但在国战啊，双将这个环境里面，你藏一个夏侯渊去规避一下兵乐还是蛮有用的。后面这一点啊，就是说夏侯渊他不像关羽啊，不像袁绍他们这种啊，直接拿牌去转化牌，拿红牌去转化杀。夏侯渊他这个转化牌的代价是跳阶段，就这一点来说啊，夏侯渊这个武将设计它就具有了一定的开创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整体武将的设计思路，三国杀武将技能的机制也从此开始变得丰富了起来，这毋庸置疑绝对是进步。就虽然说夏侯渊当年也没什么人气，登场率也不高，但是他绝对是各方面都非常平衡的一个将。夏侯渊前期如果有包养的话，或者说刷一到两张装备，那他神速无视距离双刀的这个能力对于敌方核心角色的压制还是不弱的，也能起到一个引导集火的作用。即使啊他这个收益转化比不高，但是他真的很稳当啊。当然中后期是很乏力的，越神速越没牌，团队突破口你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无脑的出杀机器罢了。你不神速啊，你摸两张牌让你出你也出不明白。但就算是这样，他也有一定的残局收割能力，有一定战略上的集火能力。不管怎么样，我夏侯渊四滴血那至少就能扛几下。夏侯渊神速这个技能的历史契合度也不错，白帝将军夏侯渊嘛，夏侯渊是一个很擅长千里奔袭作战的将军，那这个神速啊，不惜一切代价不是距离出杀，那这个画面感还是很强的。你已经死了，接下来咱看借夏侯渊首杀那一版就不看了，因为 online 的借夏侯渊已经把首杀的那版给覆盖了。首先就是神速多了一个选项，你跳过弃牌阶段并翻面也能发动神速，这个选项一加，夏侯渊这个将就更极端了，能咔咔咔连续打三刀，当然不极端也不行，就搞极限三刀流嘛，管他三七二一呢。有朋友说你这三个选项连续用，你不怕当五秒男吗？其实还好，乍一看跳摸牌跳出牌还翻面很亏，但是仔细一核算啊，现在节奏那么快，你稳定的三刀就硬输出到敌方核心身上，稳定破你的防，求一个及时反馈他也不亏啊。三国杀这个游戏本质上你把人打死他就赢了，而且你看啊，这几个选项还是有联动的，跳出牌出杀你接着跳弃牌阶段也不亏啊，因为你的牌不用弃了，挺好的呀。射变这技能的实战效果也不错啊，打第三刀直接翻面就能移动一张装备，移动给队友很舒服，移动给自己，后面配合神速的二选项弃装备也很舒服，翻面一来一去能移动两次装备啊。就看似这些选项很亏，但是他通过巧面的联动啊，降低了一定的亏损。 OK， 这是夏侯渊，老封包夏侯渊排个第一我觉得没啥问题。孤善于千里袭人，屈辱受极又如探囊取物。你已经死了，神速进击，攻敌不备。